Justin 大家好，我是 Dancing Dan 蛋，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四分钟教育教室。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今天、明天、后天以及昨天跟前天的藏语。那今天呢，在藏语要怎么说呢？今天呢是 Dejin， 明天呢是 Sangnin， 后天是 Nangnin。 那昨天呢是 Kasang， 前天呢是 Kanin。 所以呢，今天 Dering， 明天 Sangnin， 后天 Nangnin。 然后呢，昨天 Kasang， 然后在前一天 Kanin。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影片。好，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呢，上去跟访问上卡达的人跟访问报告说，江地馆有一个学生，然后呢很年轻，才14岁，然后呢很不幸的呢得了癌症过世了，然后请达拉玛尊者回向。那达拉玛尊者就说卡桑觉松，对，喀桑是昨天，觉耸是到达，意思就是说这个讯息呢昨天已经传达到了，他在昨天已经得知这个消息了。宁姐在这边是指可怜啊，表达惋惜，表达怜悯的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影片。这是大观学三年到五十下一度在内得到了这个青囊跟改进马云啊成高了呀，什么做过的好像给我弄了，什么做过的那这样就等这个案子啊，我是最近的呢，等这个案子长得摇摇的，什么做过的好像给我弄了红白色的案子长得摇摇的，哎呢啊，同样这个没了魔咒三万元要等到了呀，做哎呢抢救什么东西到好工，哎呢等这个案子到长期这个呢他都用不着，但是他的在这个影片呢，达拉玛尊者说 ：“Dering da gun jie， 好，所以 Dering 是今天 ，da gun 呢是前行灌顶，好，所以呢今天呢是前行灌顶。那 sangnin 是明天 ，wu xi 呢就是正行灌顶。那今天呢是前行灌顶，明天呢是灌顶的正行，然后呢因此呢要除障，然后呢法王就照着仪轨念的马头明王的咒，以及做了一些仪式。”这个地方呢，补充一个东西，叫做朵宫。朵宫是今天晚上，你也可以讲朵怒，朵宫、朵怒指的都是今天晚上。那今天晚上呢 ，minam ma chu ba sebu yongala， 好 ，minam 是梦，睡觉的时候做梦。那 ma chu ba 这个 ma 呢是否定 ，chu ba 呢是混乱、混乱的意思。所以呢，就是说今天晚上呢，睡觉的时候让梦境不要混乱。然后 C 波呢是清晰，所以呢让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不混乱，然后能够有清晰不混乱的梦境，然后呢要怎么样呢？要好好的修持菩提心以及空正见，然后呢念马头明王咒，这样会有帮助。卡萨也呢，都是我超多讲的，我给大公司不接，但这里的啊，我是下去都是的。喀桑是昨天的意思，突接千摩掐东尖东就是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大观呢是前行灌顶，行板是完成结束的意思，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昨天呢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的前行灌顶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德林呢是今天，摩西呢是正行的意思，所以呢昨天呢前行灌顶结束了，所以今天呢是正行灌顶。德林摩西恰接都是人哎呢声音的音哎呢他的地路路那兄弟嘛哎呢老子老子写给你的哎打了呀这是这都是写。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呢，达喇嘛尊者说 Sangnin Nangnin， 所以 Sangnin Nangnin 就是明天后天，那明天后天要做什么呢？ Lujugi Shong Rozam Rozam Shiyin， 所以 Lujugi Shong 呢就是龙树菩萨的著作，他的论点。 Rozam 这个 Rob 呢就是粗略的、简略的，他不是很细的教，是粗略的讲。 Rozam Rozam Shiyin 就是简略的讲、简略的教的意思。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了 derin、sanin、nanin、kasan、kanin。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几个词来学，哎，今天星期几啊？明天是几号啊？来学时间的表达、日期的表达。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英语教室，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见，再见。